各位表迷好啊，今日开箱呢个牌子系叫 Emitter 啦，佢每款都好有特色嘅，噔噔噔噔，就系好靓嘅 DC 系列限量版，净系睇个盒啊都好有特色啦，有 DC 人物嘅图案。而家开箱俾大家睇下，就系充满神秘感嘅 Batman 手表。Batman 用紧 NH35 自动嘅精工机芯，表面咧做咗个立体嘅蝙蝠侠图案，特别抢眼，特别醒神。另外咧有200米防水，黑钢带都好有特色。咁呢只系限量版嚟嘅，粒把的都有蝙蝠侠嘅图案，黑钢再衬黄色好突出啦。再睇下表底，都系一个透视底，见到入面嘅机芯。呢只表嘅 size 系44mm， 因为限量版数量唔多，亦都有个好靓嘅价钱俾大家，1000多蚊可以买到啦。有兴趣可以去我哋铺头睇下。今集介绍到呢度，下集见。